一个我要问新娘，原来这小姐愿意嫁给的连立行先生为妻，当他贤惠的好老婆，愿意一辈子爱他、支持他、尊重他，不管未来贫苦富贵、顺境逆境、忧伤喜乐，愿意的对他不离不弃，为他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小 baby， 为他建立温馨美满的家庭，一辈子都要陪伴在他的身边，直到把白牙掉。请问你愿意吗？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给你麦克风，可以温柔的告诉大家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掌声鼓励。好，今天真的很感谢大家今天的见证了。接下来小两口呢，也要在大家的见证之下，再来进行交换婚戒的仪式。接下来就请我们的南方的好朋友，为我们的新郎递上婚戒。承诺，这个承诺代表的时间那是天长地久，从以前到现在，很多美好的时刻，很多人生的转折，都陪伴着彼此走过。